医生，快帮我看看吧，我感觉我浑身没力气呀。我也是，我感觉我可能不行了。啊，好好，我给你看一看，别动。医生，冷啊。医生，我冷啊，冷。哎呀，你别乱动了，医生，我给你看病。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我比较敏感。哎呀，你这没事儿，就是感冒了，我给你打一针就好了。老师，你我也看看。你这也没啥大事，给你打个针就好了。打针？老师是给我们输液的那种吗？不是，是在屁股上的打针。医生，能不能不打屁股呀？我从小就怕疼，尤其是屁股。我也是。哎呦，打针好得快，一下就好了。那好吧，你轻点啊。来来来，放松，把屁股撅起来。哎，老师，你轻点，我有点紧张。我准备打了哦，你们准备好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医生。你这放的也太松了，你忍着点。好，老师，我保证不紧张。那你可别再放屁了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忍不住啊。行，你等着，我拿个口罩去。老师，你戴口罩你还站那么远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扎得很准的。我当医生之前那可是练飞镖的。哦，送你。我去。好了，针打完了，你明天再来打一针。谢谢医生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老师，那我呢？哎呀，你呀，明天再来吧。你刚刚那个同学屁实在太臭了，我需要调节一下。啊，我就这么不重要？偏心没有医德，哼。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